等一下，收音好不好？测试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啊！我会再强烈的建议大家重新好。好，今天第一堂课，重新一下，你要让你的身体，手的部位，手的动作重新好，以及挥杆的方式，必须要加强。最喜欢的练习的切杆练习方式。